OK 啦，蓮花口岸又開車啦嚇，下一個站唔知邊度啊 ？OK， 係啦，2019年12月12日，澳門輕軌正式開通，造價超過100億。OK， 其實澳門蛋啦嚇，前面嚇新濠影匯，啊隔離係路環啦，石排灣嗰邊啦。喺隔離嗰個有個標誌啊嘛，咩？新濠影匯係嘛？嗰邊係新濠影匯啊。係啦，前面呢個上葡京啦，啊，美高梅啦，啊，澳門蛋啦，啊 ，OK。在左邊係澳門蛋。又有一架車嚟緊啦，都幾密噶喎，5-6分鐘開一班嘅。啊，我哋呢架車可以滿啲喎，隔離會冇滿喎，可能回程冇咁多。我哋海洋花園嗰度開始搭嘅。終點站是碼頭，氹仔碼頭。誒，而家好似慢翻啲喎。好嘅，好嘅，好嘅，好嘅。你又可以過嚟感受下，啊，唔使錢嘅，幾靚噶，沿途個風景真係一流啊！冇人駕駛。今晚又出走嚟，冇人駕駛啊！夜晚的夜景啊，西非嚟，冇人駕駛。夜晚賭場的夜景啊，我哋而家呢個位係最前嘅，係喺輕軌上面睇。澳門蛋啊，前面啊，永利皇宮啊，見到曬啦，摩柏士啊，新啊，喜來登啊，上葡京啊，體育館。哦，又到呢個站啦，呢個站唔知咩站，我都唔知道。永利皇宮站咯。是不是永利皇宮站呢？東亞運啊，東亞運好像哇，這個站都要2分多鐘喎，哦，敷曬，哎 ，hello， 啊，東亞運站啊 ，OK， 用幾耐啊？2分10多秒啊，東亞運站。